好啦，咁今日我哋要打呢个不动明王嘅，咁配对方面我哋就用一个四只莫扎特，咁我呢个莫扎特蓝队一下，咁我哋之前试过霸者之塔第29层啦，咁今次我哋试下呢个超绝啦，咁我有预感之后会试埋呢个蓝美玲嘅，系啦，咁就因为佢个盾盾有水熟，咁应该黑熟嘅话都有少少嘅，系啦，咁呢度首先我哋唔使咁心急就去清嗰只嗰个嘴怪，我要俾你睇下，就算有嘴怪喺度，莫扎特都可以好劲，有成绩，见面到。只僵尸死咗，点解只僵尸死咗嘅？奇怪，斗嘴怪嘅噃，你呢度有嘴怪，明唔明？啊，咁呢度开始我可以清一清只怪，其实可以开始杀嘅，其实可以开始杀嘅，唉，算啦。如果比着话自己打嘅话，应该会好啲嘅。OK。咁呢度莫扎特有呢个拆弹 L 嘅，咁打起上嚟相对会比较好打啲。我第一版打耐咗，我头先我系冇打冇咁慢嘅喎。喂，玩假咩嘢啊？系咪低能？都麻烦啫。啲人又好似唔识打咁，真。啊，哇好神啊佢！啊，咁依家场上得翻一只阿奇尼吓，咁啊应该靠我哋嘅飞弹去杀佢皮嘅，我估就。咁我唔知呢度表唔表现到呢个 perfect 俾大家睇啦，咁我啱啱系得嘅，咁依家我估应该唔得啦，啲位分到咁散啊，好难做得晒死只，而且之后呢一度有 graffiti barrier， 咁所以就肯定 perfect 唔到。真系用对莫扎特蓝队可以搞我咁嬲啊！顶你个肺！真係超嬲啊！頂你，打我咁，唉！但係暫時講得好嘅話曬都係呢個莫扎特啱啱第一次，唔係都唔係第一次，第一次降臨打呢版咯，係咯，係咯都叫還好啦，還好啦，唉！真係好過冇真係。咁呢度落去，我呢度就自己落去俾佢哋我自己上咗去，但唔驚，我拆對唔住。咁、okay， 就呢度要开始清咗嗰个嘴怪先，系啦。咁话晒飞弹怪一定系会吸位飞弹，讲废话。OK， 咁清咗个飞弹之后，我哋可以尽情玩莫扎特啦。咁基本上清完之后应该冇问题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杀僵尸。哎，有聪明人是不是在这里？我这里尽量空回这位置先，这么快开友情都不是那么健康住。开了。屌！做什么烂嘢啊？做什么打我这样的？做什么？哎，我真的喊出来，真的想。我希望呢场输咯，真系其实，因为啱啱嗰场好明显系打得好好多。啊！呢个位又系唔知咩事，呢个位又系。呢家最好唔好撞有成嘅。哎呀，聪明，醒目。哎呀，有醒目噶，真系。OK， 咁就。我打成四分鐘都，係。基本上見到飛彈怪嗱，唔殺咗佢 OK 嘅，其實就。唉，我都估到我會擁佢埋去，唉。點你個肺？真的打好差，跟啱啱嗰場完全比較唔到。唉，定我啱啱應該 send 啱啱嗰段輸嗰條。你係莫扎特男隊都輸係啊，因為人蠢啊。頂，點解用呢隊都可以打咁耐啊？啲位又 set 唔好。啱啱入關之前，有人要 set 位 set 個屁啊！依家。
呢個又係唔知做乜嘢嘅。呢個 OK 嘅，諗住落嚟話佢一次過撞曬啊嘛。OK， 咁我接受你啦。嗱，咁啲僵尸又死曬，啲怪都死曬。呢個先係我識嘅莫扎特啊嘛，真係啊！唉，哇！你睇下，呢個先係莫扎特。啱啱嗰啲假嘅嗰，啱啱嗰個唔係莫扎特，黐線！呢個先係莫扎特。頂你個肺啊！得 ，OK。Okay， 咁我殺咗一隻先啦。咁最好我清個右邊嗰只不動靈魂先啦，最好就係啦。唉，但唔知殺唔殺到，因為我覺得呢位真係好鬼 Q 難殺，其實。在冇雷的状态下咧，就咁勾撞咧，系真系勾嘅，同你讲。莫扎特系拆弹 L， 你冇雷，你冇食到雷，走去撞嗰只飞弹怪系勾嘅，吓、啊。我讲我唔识 high 啲位，但我又卡到，唔知点解，算是但。OK， 嗱，见到呢家只莫扎特有雷食，就可以咁撞啦，系痛好多嘅系，虽然都冇咁，都唔系好痛。系啦，咁都好过你怎走去撞，系啦 ，OK， 唉，嗱呢个又系勾啊，呢个又，耶，嗰个位有得卡点啊嘛，咁唔知我哋会唔会死啊？咁我觉得有机嘅就其实，唉，屌。嗱，喺度有個好嘅做法，一系就卡點，一系就食心。咁我選擇咗整死只怪，然之後食個心。咁我唔肯定會唔會話咩啦，串燒嗰啲之類，其實係會嘅。Okay。 頂呢度唔使咁嘅呢度，我打算啦。呢下係咩嚟㗎？呢下係包庇，再見了。咦，仲未死？啊，出边啲人都好乸嘈嘅，可能死啊呢度。唉，叫我过先啦。真系打得好嬲啊！真系。应该我觉得佢应该翻嚟睇翻一段片，只有咩做得唔好吓咁样。今日去睇翻自己有咩可以改，系咯，系啊。咁入到嚟呢一度咧，咁就爽皮啦，真系爽皮。因为啱啱我试一只莫扎特咧，都系好乸爽。你叫系死晒。啊！哇！啲人睇片系要流，系要放我劲大声，明知我拍紧片，顶你个肺！啊！好啦，咁我去到二血啦，啊二血咁样卡住晒咁样，啲位又唔靓，啲人又鸠，喂真系喎，真系喎，真系睇翻，其实啱啱向左边弹，之后飞出嚟嘅咁样 ，OK， 咁就暂时嚟讲几好嘅，咁呢度我就唔会咁样啦，咁样嘅话就会卡住啦，咁所以就咁样斜少少咁飞出嚟 ，OK。咁其實如果再側少少，可以撞埋上面嗰只嘅。啊，呢個可以秒嘅呢度，向下撞嘅話就，但係除非佢想食心咯。有時太貪心嘅話咧，可能都係導致嘅刮好塵。OK， 咁佢做得幾好嘅就。OK， 咁又佢死咗啦，應該。誒，仲未死？屌跟，依家先嚟玩跟性。咁呢個時候可以食心啊！如果食到嘅話，OK 啦 ，OK 啦，可以。咁樣我計錯咗啊嘛。Okay， 可以。咁其實原本唔應該打咁慢，係啦。咁我前面有啲位唔靚，咁冇辦法啦，就係啦。OK， 咁就暫時嚟講 OK 嘅，可以開技其實。佢好似靠差啲曬係咪啊？咁我係咪使唔使㧬開曬啲人？唔開住啦咁。
唔開住，清翻啲怪先嚇。佢回血嗰個係咩技啊？好似係咪右上角嗰、那個？冇記錯應該係。咁啊，呢家我盡量削翻啲血先啦。交叉呢手好似係嘛？定十字話？唔好記得了。但係飛彈睇落去係幾痛嘅，我真係。What the fuck？ 點食？食到啊你 ？Good 啊！佢仲有一turn係回氣啊嘛，咁呢度就要打佢痛啲啊。右邊個，但係又唔可以打死佢，自己衡量翻啊，真係要。OK。喂，唔掂喎咁，佢回边者佢会，可以得赢咗啦，我哋咁，开技时间到，其实咁我试一试啊。咦，但系我呢个位会唔会俾佢交叉嘅？嗱，咁呢度唔死应该冇问题，死咗就，哎，杀埋添，杀埋添，咁我剩低嗰啲莫扎特攞嚟做咩 ？OK， 啊。打成三十分钟，打耐了真系。诶，但系皇冠嗰度打几快嘅就，几好啊 ，OK， 接受到，起码冇咁贱格先打到系，真系打我真系发火嗰啲又冇嘅 ，OK， 咁就 OK 啦，咁啊期待，真系期待有啲做得比我更好嘅人啦，肯定嘅，因为去到台版我应该会拍多次，去到台版应该会拍多次，咁今次我哋墨汁差唔多啦，咁就下次見，拜拜。